努力奋斗的熊孩子。昨天皮皮果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送我呗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要让我送你啊？”他说：“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送，但是我没有，感觉很可怜的样子。”快起来，你俩要迟到了。皮皮果起来了，皮皮果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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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床！我这两天试了无数的方法，什么闹钟啊、姐姐喊起床啊、妹妹喊起床啊，所有都试过了，都喊不醒皮皮果，每天早上都要赖一回。你不起来我就念经，皮皮果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每天早上喊你起床，至少要浪费掉10分钟时间，把爸爸就喊起来。好啊，太草率了。这样，啊，没事没事，不不不，这样这样才是洗脸，你那都不洗的不好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好了。好，嗯，下来吧。哎呦，又踢脚了。翁舒雅已经去上学了。翁舒雅已经去上学了，快回去吧，我们也快走了。妈妈，你送我吧。好，走。迟到了，迟到了。今天去了好好努力，挣一个小红花回来，好吧？挣一个小红花的话，妈妈就奖励你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呀？就是你喜欢的。我喜欢的是卡卡吗？啊，不是。你挣了挣了小红花就知道了，好吧？挣一个小红花吧。行，挣一个点赞也行，挣一个小红花也行，要好好表现，好吧？那我们拉钩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开张。那我得干啥？防止我反悔，是不是？到了。苹果，苹果，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是不是好久没有看你的宝贝儿子上学了？所以他昨天很可怜的说：“妈妈，你送我上学吧，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送上学。”咋的了？你有话要说？都不跟你老公坐一起了吗？坐到后面去了吗？你这个人真的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讲究这些干什么？老夫老妻。司机，出发！出发去接平底锅，也不知道平底锅有没有完成我们上午的约定，找老师拿回一个赞回来。到学校啦！烦死了，这个人每天。快去占个好位置，现在还有位置，快去！平底锅一出来就能看到你，他就很开心。根本抢不过。这边已经站一排了。爸爸，爸爸在这，你快上车吧，上车呀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一直拿着手点点点点点，好像在点我。上来，我看看。哦呦，今天有这个是不是？好厉害呀！就这一个。他一直在拿，从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在拿手点点点，他好像在点我。我的注意力。你今天是做了什么就是厉害的事情，让老师给了你一个赞？我不知道。反正就给了，你别管怎么来的。你手可以放下去，你不要一直这样举着点谁呢？你是不会是找老师要的吧？我妈妈说给我一个星星，给我点个赞就可以给我奖励，然后你找老师要的吧？不是，我晚上算了。妈妈晚上给奖励一个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。想吃什么？炸鸡、炒肉、蛋羹、臭粑粑。
你要吃臭粑粑？炸炸鸡炒肉再加上臭粑粑，口味真重。那妈妈给你做一个臭粑粑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陪你吃了，你们吃吧。你拿到小星星的奖励，看这是什么？衣服。这是我衣服耶！谢谢你给我买衣服。不用客气，你喜欢吗？满意吗？放在沙发上，到晚上要带它，好吧？好嘞。在外面摸花摸草的，现在回来不洗手就要吃水果，不行，快去。就是两个手在一起搓一搓。好啊，过来吧。看一会电视，然后吃个苹果。我做饭去了，好吧？嗯。